你今日做咗运动未啊？又翻嚟劲歌后援会，又系我小明。今日我身边有 a friend 郑俊宏。Hello， 大家好，小明你好。你今日帮我哋带咗少《雷的磨练》啊？冇错啦。呢首歌的曲風都比較 rock 一啲啦，熱血一啲啦，係唔係你最中意嘅歌嘅類型？咁我係好中意 rock and roll 嘅，我由細到大都係彈吉他啦，都有玩夾 band 啦，玩 rock 啦，所以呢一類嘅曲風係啱曬嘅。第二個問題啦喎，你今日做咗運動未啊？咁未啊。咁而家就係時候嚟做下運動啦。呢個遊戲咧就係睇下你經唔經歷到我哋 hit 你的磨練啊 ，hit 你。就是入行後最辛苦是做什麼呢？拍劇咯，但是就是最辛苦的地方就是拍劇，但是沒有工作咯，即沒有角色等，或者在站在後面，或者做茶客，即是跑龍套的日子，我覺得這些是最辛苦的。通常入行都是要經過一下這些磨練先。是啊。這個公仔或者這個公仔你選一個。我覺得這個搞笑一點，可以摘馬這樣。是什麼呢？好，三針五下，請啊。OK OK。二一。二好標準下三四五 OK 五下濕濕碎啦。我睇你做運動嘅時候會聽啲咩歌咧？睇係做緊啲咩運動啦。如果係譬如跑步咁樣啦，因為我覺得咧跑步係一個幾悶嘅運動嚟。係啊，我以前就會聽音樂跑步，而家咧我就會聽 podcast， 聽啲訪問啊，或者 self improvement 啊，類似嗰啲，因為好長時間啊嘛，你一跑咁啊聽啲嘢可以諗。想下嘢，咁可以反思一下。喺呢兩個中間作一個選擇啊！音樂啊，鍛鍊身體對玩音樂有咩幫助呢？我哋做表演啦，喺台上啊嗰啲，咁我哋鍛鍊身體唔會咁易攰咯，即係 stamina 會好啲，係個耐力會好啲，嚇同埋精神啲咯。每次唱歌前都希望可以做一啲帶用運動，咁啊可以開下聲啊。你成個人啊，個血氣運行啊，同埋你個聲帶咧，需要多啲血 warm up 翻成件事咧。最難忘係因為乜嘢而喊呢？冇啊，我早幾日先喊過嚟，因為嗰日拍緊 MV， 咁咧就我要攞住啲玩具啊，望住佢，咁個導演咧就喺我隔離，嗱，你而家諗翻你以前細個，呢啲係你以前嗰啲玩具嚟，咁啊真係諗翻起以前啲玩具，諗翻起童年，其實你一個好唔開心嘅童年，即係喺好似心理輔導，咁你而家開始有啲頭痛啦。其實你嗌出嚟都得嘅喎，咁你真係嗌出嚟，望上去一望天啦，你見到啲咩？咁你真係喊曬出嚟啦。有時咧有啲導演真係好邪惡㗎，硬係一要將你心入面黑暗嗰一撇咧就撩係咁撩。為咗自己嘅鏡頭，係為咗為咗佢要乜就要嘅私慾。係咯，令到我哋辛苦，令到我哋唔開心。基本上咧，你嘅hit 你的磨練咧，你完成咗㗎啦。好，睇下你會唔會想挑戰埋下？整埋啦，玩埋啦。要鍛鍊身體，第一個部位係鍛鍊邊度咧？其實咧，我覺得如果你分開身體嚟講，你話肌肉咧，其實下半身嚟佔多啲，練腳係最緊要嘅。其實呢個係標準答案嚟。係咩？係啊。Yeah. 因為我有做開 gym 嘅，睇唔出係咪？咁硬，腳係你人體嘅最大部分啦。你喐得佢多咧，你個人就越快去 warm up 咯。所以你呢個。